那么治疗痛风呢，有以下几类药物。那么第一类药物呢，就是治疗痛风的急性发作，那么主要是缓解疼痛，那么就包括了有侧酰碱，包括了有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物，还有激素。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，这种机制都是用来这种机理都是用来缓解症状，用于急性期发作的。侧酰碱这个药物的话，以往也认为它的毒副作用比较大，很多人也不愿意使用它。那么是因为呢，我们以往的使用方法呢，都是大剂量的服用侧酰碱，那么直到患者出现了中毒症状。那么这样的用法呢，现在已经被摒弃掉了。我们现在的使用方法主要是以小剂量的服用。那么我们在痛风发作的时候，首次服用两粒，那么在一小时以后再服用一粒，那么以后呢，每日服用一粒，那么直到疼痛缓解。那么所以这种小剂量的使用痛风使用侧酰碱对痛风的治疗是有效的，而且避免了侧酰碱的不良反应。